你最喜欢想型可以叫什么呀？男英雄可以叫什么呀？那你是塞巴山这城市的人的幻想区呀、啊？是格拉底瑟西菲娜吧？那简直是杰克的灯笼。这永居主线，弄一下。嗯，欸，他应该帮我这么放大嘴吧？今天就单纯一直主线下去啊，因为我今天就是讲一个角色。欸，有应该好奇问我说，欸，那你可不可以让他上去？算了，他有新东西跑出来了。啊，其实就是他的神之宝库系统。嗯，算他的神兵吧。嗯。把钻石吃下肚了呢，看一下这个。现在我们再取保罗、哦。